煽动，啊，就找伊投靠邓小平，大概是基督教的，不是毛泽东的，啊，发现到什么代志？这个有一块台湾人吼，叫共产党的，抓起也好，去投奔也好，啊，作兵。啊，台湾人的军队吼，有差不多千外的人吼，即几千外的人，大家拢不知，中国边啊不知，啊叫伊食啊食药，啊每次困难的拢叫台湾兵出，啊士兵都建议，甲迄上司建议讲，啊你莫，台湾兵蛮重要的，啊你见习就二三十个，啊到尾就无半个。怎么办？啊，所以叫苏明来领导。啊，所以以苏明来领导的时候，发现到这样代志。一到啊，一个村庄，哦，即国民党的村庄，好、哦，校长啦，什么长啦，拢来个拍拍死。即托普萨巴森给你抬死了，好，村内领导一怪，不惊。所以有这个萨巴森的这个数字在的吼。我到这个二二八的时阵，我都去个算小。台湾人到底死偌济人？政府公布的吼是20000外，即个30000人。好，啊，但是伫1952年汉战了后，有一个户口普查，普查有12万的人。有这个名，有这个户口，但是无这个人，失落不明，有12万人。哦，啊，这个省政府吼、哦，要求省议会吼，专改这个户口改模式，初级的吼，以后嘛，啊，起码要经过议会同意嘛，所以有这个记录，啊，我查到这个记录，所以咱二二八到底死偌济人，除了正式公布的。30000人，我国加起12万人，吼、哦，啊，都系人口的3%差不多。咱迄阵600万人嘛，吼、哦，20万人，对，差不多啊是这个约这个数字嘛，啊，所以当时的迄、那个有这社会领导者拢做一群拢来抬抬死。啊、所以咱的迄个革命的运动较慢，啊，思想开发啊较慢，哦，原因就伫遮。好，啊，安尼今日讲到遮，感谢各位。你这个待会有点输了吼、哦，来，退位进去。兄弟，就这样。